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波一波羅咪》，我係雪哥。今日係新單元，三十秒講啲乜？顧名思義，三十秒講到啲乜嘢？就單一主題，用最簡單嘅方法講係我嘅認為。例如講下藝術啊，講下攝影啊，諸如此類。咁就乜嘢都講得，只要講完唔好俾人拉就可以㗎啦。咁其實你都可以出題喎，一剔過冇收剪，三十秒講唔完即刻夠短啦啩？好，仲有六秒剩，係啦，拜拜。